好了，为大家带来欢笑。除了靠各位 MC 的实力秀，还与幕后工作者有着很大的关系。那我们今天就根据卧底的情报，先来聊一聊《奔跑吧》后期这一块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定义一下后期制作。后期制作是二次创作的过程，是从海量素材中剪辑出故事线索、情节，并同时通过画质、动画、音乐、音效等对故事线以及氛围、情绪进行强化烘托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后期制作就像画油画一样，要反复删减修正才能最终呈现。录制过程中，后期导演会在录制现场全程跟拍，把重要的 part 记录下来，脑补后期的整个故事框架。我需要一个 T 内存的大脑啊，什么还不够。奔跑吧每一期都有不同的故事主题，而且是多条线索同时进行的，还有可能会发生突发状况，录制结果常常与最早的设计脚本发生明显的出入。剪辑师需要在10天之内把近70个机位、累计约600个小时、30个 T 的素材剪辑成95分钟的播出版，也是压力山大。审完片之后，就要开始花字、特效、字幕的工作，后期也要灵活变化。像《奔跑吧》第一期是比较怀旧一点的风格，不管是花字版式还是小元素字体，都以旧色复古风格设计。第二期的风格就偏科技感一些，后期就把宫壳机动队的班底都用上了。《奔跑吧》在这一季中也增加了许多小动画，比如迪丽热巴的头饰都是守卫老师辛辛苦苦画出来的。等这些都完成了，台审之后再做修改，最后混音和调色就能送播了。整个流程 Q 下来，看得出后期真是一个磨人的老妖怪啊。这时候一切都还没结束，整个团队还会和各个平台吸收观众意见，研究研究，及时对节目进行修改和调整。好了，今天就分析到这里，下期我将继续带你们卧底奔跑吧。微博微信搜索中国蓝 TV， 关注我们抢明星福利哦。